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忘完剧，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希望能够观看我们今天这个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视频，也是非常的可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减压球，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减压球。我们这边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按压，然后呢它这个形状呢其实我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有点像我们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仿真的一个大脑，那个脑浆在里面，然后也是一个这种粉红色或者是血红色，我觉得它挺或者是比较适合可以在 party 或者是办派对的时候呢给你在放在家里做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小小的装饰，或者是去给别人进行一个这个整蛊游戏，也是非常的不错。我们这边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按压，然后就像平常的减压球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这种硅胶球或者是软胶球，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手工的按压，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它还有一些血迹或者是一些伤口在这上面，做的还是比较的逼真和恐怖，感觉是和一个真正的这个大脑或者是一个脑人的这个大小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这边好像又把它压出了什么东西，感觉就是有一个血管在这边。好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呢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天每周都会有视频的更新，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留言，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啦，拜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玩具啦，拜拜。